锁定华视新闻，我是徐湘华。先来看到政治消息，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名下的自有农地违规作为停车场使用，昨天刨除了铺面之后，有挖到一些钢筋和砖头这些杂物。那么柯文哲呢，今天只是到桃园平镇市场去扫街，他对外做回应。最新情况，我们带您一起来听。寒流来袭，宜兰太平山都有下雪，变成银白色的世界。但是宜兰的平地当然是没有下雪。宜兰罗东的幼稚园老师跟家长就突发奇想，他们找冰块业者把冰块给打碎，让小朋友也可以体验堆雪人的乐趣。另外，在海拔1600公尺的新竹星光部落，有民众拍到下雪的情况耶。2024总统大选唯一一场副手政见会昨天晚上登场了，您可以看到蓝绿频频交锋。民进党萧美琴就点出，国民党赵少康以前说民进党当选中华民国就会灭亡，萧美琴说这样子的煽动仇恨会输掉国家向心力，真正想要消灭中华民国的是共产党。对此赵少康再呛，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就是消灭中华民国，并强调国民党永远反共。而民众党的吴欣盈则是再次强调自己的经济政见，他认为可以用主权基金所赚的钱来补贴健保跟长照支出。不过在政见会上倒是有一个小插曲让大家意外，就是赵少康他不小心口误了，他说如果赖清德当选就是他的老大，就是最好的总统。台湖潜舰21号下午发生训练意外，船上6名官兵落水，救起3人，目前是还有3个人失联当中。那国防部长邱国正昨天下午游到医院去探视受伤的弟兄，他证实当时是因为潜舰上面的救难浮标松脱了，对航行有影响，所以才会紧急派人上去抢修。但是因为涌浪过大，安全锁变形，钩子松开了，官兵才会陆续落海。那中间到底是哪个环节有问题，会全面来检讨。好，在高速公路上，如果您开在这样游览车的后面的话，大概也不敢超车了。这是民众目击在国道3号北上龙井大肚溪附近，这辆游览车就这样子被风吹到左摇右晃的，好几度差点撞上旁边的车，后方的驾驶都慢慢开，要超车真的要很小心。专业的游览车司机就讲，这个国道3号大肚溪北上这个路段，东北季风很强劲，常常是6级以上，所以游览车的车身高很容易摇晃起来。新北市板桥南雅夜市在22号凌晨管线破裂，严重淹水。自来水公司有调派了大型的机具挖开柏油路面，寻找破裂水管来检修更换。不过也宣布这里就是停水24小时。但您知道这里是夜市，很多店家除了堆这些沙包要做生意之外，停水怎么做生意呢？影响了18000多户。尤其这个周末碰上耶诞假期，旁边是新北耶诞城，人潮爆满，结果没水可用，肯定是影响生意。昨天冬至您有吃汤圆吗？很多人都想要来一碗暖乎乎的汤圆。那么宜兰呢，有网友他是自己煮，结果呢他发现他的汤圆怎么都每一颗都开口笑了，你可以看到中间都闭亏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他发文然后说是不是买到了一个过期的汤圆。但是美食老师带您来看看煮汤圆其实是有诀窍的，不会裂开，还会特别的 Q 弹。一系列最新消息提供给您，除了宜兰太平山飘雪之外，中部的合欢山也下雪了。今天早上大概7点半的时候有零下4度，而且水汽充足，所以呢合欢山也下雪。另外这五岭亭是积雪的情况，还有昆阳停车场也有一层白雪覆盖了，提供给大家。那下周六就是元旦连假，行政院已经公告了2024年元旦连续假期的国道交通疏运措施。你要记住，国道5号有实施高承载管制，而国道1号跟国道3号则是部分路段实施匝道封闭。好，印度新闻信托社昨天晚上报道说，有一名台湾人赖姓台湾人18号在德里国际机场准备要搭机去曼谷的时候，被安全人员发现在行李箱内竟然装了67张的印度 SIM 卡，而且呢这么多的 SIM 卡都已经启用了，注册在不同印度人的名下。目前这名台湾人正在接受调查。好，根据联准会的偏好参考指标，美国11月物价下跌是3年多来首见。跟去年同期相比，通膨率跟联准会目标的2%越来越近，所以投资人也更加笃定联准会明年3月就会开始降息。好，再来看，这是红海的这紧张情势持续高涨，稻米出口大国印度首当其冲受到影响。消息人士就指出，印度将会考虑沿着非洲另辟一条路线来运送他们的印度香米，这也将会使得印度香米的价格上涨大概15%到20%。
好，持续的低温，合欢山也终于下雪了。今天早上7:30左右下雪，雪花一片片的落下，覆盖山坡。有些民众说，还好他们没离开，好开心。连线给于子玉。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的巡回演唱会持续进行当中，她亲自曝光了平常她怎么锻炼体力的。好，要撑完这全场唱跳的演出不容易，她是每天都会在跑步机上边跑边练唱整整3个小时。好，这样的训练一般人恐怕很难达成，像是有美国记者挑战，还有歌手珍妮佛布朗她也挑战，都是失败的，只有运动选手勉强完成了。国际重要消息，美国总统拜登22号正式签署了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。